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尹乃金掌厨。欢迎回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金。今天科学大未来呢？我们呃再度被。 为您呢邀请到台湾仿生科技发展协会的秘书长江家纯，请家纯来跟我们。 呃，聊一下二零二零的全球仿生设计竞赛，这是一个很蛮有意思的一个比赛啊！欢迎嘉纯，嘉纯好，呃，大京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欸，嘉纯帮我们介绍一下啊，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邀请这个嘉纯呢，是来为我们介绍那本书啊，呃，告诉我们什么是仿生科技啊，嗯、呃，再提醒您一下哈、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魔鬼毡呢，哈，是从那个壁虎，呵呵呃,呃，鬼针草啊、哦，鬼针草啊、哦，对，嗯、就是。 呃、哦，鬼争吵哈，哎、嗯。嗯欸 不是魔鬼毡吗？哎、欸，魔鬼毡是从鬼针草的 idea 来的，idea 来的。那那个壁虎那个呢？壁虎那个是无胶的胶带。哦，哦，所以魔鬼毡是从鬼针草，然后壁虎是魔鬼胶的胶带啊，都是从这个大自然的动植物里面啊，呃，得到这个灵感，然后去研究他们到底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种天生的技能，对吧？對對,对对对，<laughs> 就这种神奇的力量有有，对对，就是说人类可以怎么样运用啊？嗯、然后呢，全球有一个法。 仿生竞赛，然后台湾呢就有仿生科技发展协会呢去呃邀集啊，就是让这个台湾的呃这些团队呢能够来报名参加，而且我们从二零一四年对不对？嗯，二零对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开始就就有团队参加，然后有一些团队呢呃表现也非常的杰出。哎，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全球仿生设计竞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是什么单位在举办呢、啊？ 呃，全球仿生设计竞赛哦，它其实是全球的仿生总会哦。现在在呃全球大概有三十六个那个仿生的分会哈。那这个仿生总会他们大概从二零一一年的时候开始去启动这样的一个呃全球性的一个呃仿生设计的一个竞赛。那最主要就是说呃目标群众是希望能够去让这些呃不管是大专以上的青年啊、博班的师、硕士学生，或者是一些新创新创家，嗯，他们能够用这个仿生的这个概念跟方法。 哦，去为我们的一些比较全球性关键议题哦、呃，比如说他们每一年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哦，包含曾经有呃，比如说水资源的问题，或者是说哎，友、欸、善交通的方式，还有呃，洁净能源的方式，甚至是还有就是前一阵子呃，去前前年的话有这个所谓的呃农业生产呃呃食物供应体系，然后一直到去年气候变迁。 哦、oh,，OK OK，, okay. 所以它不是不是一个就是开放型的，就是让大家呃天马行空的比赛，它是有主题式的，针对可能当前或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嗯、希望透过呃仿生设计竞赛，能够为人类现在面对到的问题提出一些解决方案。是，对对对对对。它、oh, 那个就很像我们上次在介绍那本书的时候，嗯、呃，美国的。 高科技这个单位，他们不就是邀集这些一流的团队，然后去做那个机器人那个竞赛哦，对不对？你有听过对对，他那个机器人竞赛，它主要它是要解决在战地啊，在战地的一些不管是呃拆炸弹啦，或者是各方面的这方的问题嘛哈，所以它这是有一个它是或这个综合性的战斗的这个问题，就它是有一个目标性的就对了哈，对，哎，那过去。 过去曾经有些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在这个比赛之中获胜？哎、啊，这个难度很高吧？哦，这个，因为仿生设计它本来就不太容易哦。嗯、然后，因为你要，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设计出来是真正有解决到嗯这个当前的一些、嗯、一些问题吧？哈，那我呃举例，比如说二零一六年哦，它的主题是那个食物供应体系。 哦，那当时呢，其实是由一个智利的团队，他们所拿下这个最终的这个大奖，大概十万元美金的这个大奖，这样子。那他们的呃呃概念，仿生概念就是呢，他希望可以呃呃设计出一样呃一种所谓的保护土壤、去修护土壤的呃一种呃装置。那这个装置呢？<coughs> 他们是从他们这个澳洲那边哦，有一些的这个植物哦，这个植物呢，他们发现说，能够在贫瘠的土壤上面，只要有这个植物产生的时候，它就会慢慢、慢、慢慢去改善这个贫瘠这个。 周围的这个土壤的这个状况哦，这植物好好妙啊！所以他们就从这个植物的概念来，就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仿效这样植物去改良这个土壤？你说在哪里发现有这种植物？呃，智力，在智力对对，在智力特别啊。然后，所以他们把这个东西应用在他们的装置上面之后，他们其实就跟很多的农民去做合作，嗯，那就是利用这个方式去改善一些就是呃土壤状况不不良的这个农民的这个土壤这样子。哦，这个是2 0二零一六年的一个作品哦，嗯，那像那个气候变迁呢？ 呃，气候变迁的话呢，曾经有这个团队，他们呃，他们拿到了这个冠军的这个作品哦、喔，是他们希望在这个这个、呃、都市的这个建筑里面，嗯嗯嗯，嗯嗯在都市建筑里面，不是每个人家家户户都会有窗户啊什么，那他们希望在窗户那边呃增加一个装置，这个装置是可以收集这个所谓空中的雾气，嗯，然后就是利用这个收集这个空中的雾气的方式呢，然后去进行一些过滤，然后可以提供给。 一些家庭做一些储水的一些装置，就是我们除了有雨水收集系统之外，嗯、那也有这个所谓的收集雾气的这个系统。嗯，那这个雾气系统呢，它就是可以第一个就是可能可以做一些储备，或者是说呃二次再利用的这些水的的这个这个运用这样子。那他们这个概念也可以用在这个呃农场。 哦，在温室里面哦，温室里面的话，透过他们这样的装置，然后一样去收集一些雾气，把它变成就是水资源的来源。对，在一些缺水的地方，它是蛮重要的，对不对？对。哎，在这是以色列的团队吗？呃，这个是美国的团队。美国团队哦，因为以色列在这个地方做，在这个部分做的好好，是因为你看到他的那个嗯灌溉系统啊，他的那个植物啊，哈，它就是。 它也是，它有，它也有，有一些也是有收集这个露水啊、雾水啊。然后呢，像他都比如说都是针对性的灌溉啊，就不浪费任何的一点的那个资源，在一些特别缺水的这个地方，它的植物。所以以以色列很厉哦，所以它就是个美国的团队。团队哦，我看他们有好多像针对呃，像什么水处理的这个部分呢，他们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想法，对不对？对对对，它像这个什么哥伦。 呃，哥伦比亚的哥伦比亚哈、哦，嗯、这个哈维里亚纳天主教学校，呃，大学啊，他们从呃哥伦比亚的高原发现一个高山苔，哦，就是青苔的苔，嗯、它的一个生态中的苔藓植物，它也有。 呃，多样还有这个跟水处理的能力，这些都好厉害啊、哦！对，因为刚好这个气候变迁，它这个题目有延续了两年哈、嗯。嗯。那那那，晶、呃、姐，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案例哦，他们其实是要解决的是都市暴雨的这个问题。因为气候变迁之后呢，嗯、这个都市里面因为一些排水系统啊，这个这个没有这个可能需要再进一步去去做改良。因为嗯，当时城市设计的时候没有没有去构想到说，我突然间一个小时会有这么多大量的雨水灌到这个城市里面来，嗯嗯嗯、所以他们也是。 希望就是说，哎、欸，利用这个苔藓，他们不同的分层哦，不管是有过滤，或者是说哦，有其他的这个呃排水的这个这个方式的哦，去把应用在我们地下道了的这个地下处理的这个水的这个系统上面，这样哦，好厉害哈、哦。嗯嗯、那台湾呢？台湾的作品表现的怎么样？嗯嗯，嗯嗯台湾通常参加的都是大学的团队吗？呃、嗯嗯嗯嗯嗯嗯，是，呃，大专以上的学生，嗯，然后也包含一些新创的团队，嗯，但是还是以这个，尤其是大专以上的学生为主。 主这样，那我们台湾因为从二零一五年哦、喔、开始去搭配这个全球赛来举办这个台湾的海选。 哦，那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个海选的方式，有让这个这个竞赛之外，也让仿生设计的概念哦，嗯嗯、让很多的这个在学的这个学生，他们去做一个所谓的重整式的思考。嗯嗯。嗯哦，因为它这个一定是一个跨领域的结合，所以你在组团队的时候，你会跳出自己科系的框架。嗯嗯嗯、哦，这个是我们希望去推动这个竞赛的一个目的，这样。那也因为既有这样的推广了、啊，我们其实从呃一五年到一九年。 哦，大概这这几年的，在五年的时间呢、哦，我们大概也 r e a c h out，了大概也有五百五百多位的这个团队这样子。这不少哎、欸。对，就是呃、啊、呃，应该是对不起，是五百五百多个这个学生，嗯、啊啊啊啊，五百多个学生。对，因为呃，我们从一开始哦，第一年的时候，大家还不太清楚什么是仿生设计，所以收件数其实非常少，大概只有十件一下、欸。所以说，这个仿生设计的这个概念、嗯。 呃，在台湾是真的比较，呃，不像国外，它有一定、有一定的基础。 是不是这样子？呃呃，对，应该这样说，就是呃，我们推动了这个仿生设计的概念，因为它是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思考方式。嗯嗯嗯、那我想，我们，呃，台湾有很多的不同的，不管是工程师或材料材料材呃材料设计、呃、师哦，嗯、或者是建筑师，嗯、他们可能对于仿生都已经有一些基础的概念、嗯、哦。那但是每个人对这个仿生的解读会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那我们其实是透过这样的系统性的方式，什么意思？哦，嗯、比如说，比如说有人会直接。 问我就呃直接问我说呃我我把我的艺术品设计的很像这个呃南瓜。 那我可不可以称为它是一个仿生的艺术品？讲仿生设计，嗯嗯嗯嗯嗯对。那我可能我们可能会跟他说：“OK，你可能就是只是形态上面有长得像这个东西，嗯嗯但事实上仿生设计里面很重要，因为你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嘛。对。所以你要把那个结构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构，它有什么样的功能，要去把它给体现出来，才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嗯嗯嗯那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它的设计不是一个形体的设计，嗯、是它必须要融入在可以实用的。嗯 呃，任何的东西上面，哎、欸，对对对，我们比如说像建筑，嗯、我们不是呃，也是有一些建筑师，他也是从这个生物里面得到这些概念，然后不管是做他们的灯光啦，或是通风啦这种设计，嗯嗯、或者是道路啦哈下水道啦，嗯、或者是说。 地表啊，的铺的那些，嗯、所以它它这种就必须要去实际上面的运用，它才叫做仿生设计嘛，你这个会比较对对呃，这个就是比较属于是仿生设计，它真正的它的目的、它的目标、它的它的核心是是希望做达成这样的一个目的。嗯、<對>我刚才请教就是说，原来就是说在我们的呃大专院校里面。 比较缺乏这个仿生设计概念的一个跨领域的综合性的研究，是不是？嗯、在你们提，在你们推广这个之前，呃，对，因为它可能是埋在某一些科系下面的一堂课，嗯，哎、欸，但但是现在已经有陆陆续续有有有,有一些大学，他们开始在这个通式的这个课程当中哦、喔，嗯，就直接开设所谓的仿生设计这样的一个、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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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的一个课程，嗯，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呢，让各个。 不同科系的学生聚在一起，嗯，哦，比如说我讲中信大学好了，嗯、他们也有在开这个通识课程，嗯，哦，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不同的科系的学生会聚在一起，运用这个仿生设计的方式哦，大家来进行这个对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样、嗯，您知道有一位呃呃建筑师建筑师吧，嗯、呃陈瑞文先生，他就发展了那个海绵道路，嗯、这个算不算发明家？ 哦，陈呃，您是说那个海绵道路？海绵道路，对对对，这个算不算？呃，我想他呃，有有我我我曾经有读过他他的一些一些作品的这个解释哈。嗯、那它里面当然是运用到，就是说有一些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排水跟过滤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對,对，那我想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广泛的一种从向大自然学习的一种概念这样。嗯，嗯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英文里面会直接讲呃，bio-inspired。Bio 嗯，哦 b i o 就是生物的意思，对，inspire 就是去启发的，發嗯、对，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是一种一个 b i o inspired 的这种概念这样子，嗯嗯，嗯是，因为呃。嗯 陈先生，他的这个呃海绵道路嘛，哈，他得到很多像什么发明奖啊、金奖啊等等啊，然后他他也就是用一种，就像刚才这个呃秘书长提到，他也就是用一种生态功法，让它能够吸水啊，能够释放啊等等哈、啊，那、呃、如何的，就是调节，就是像呃像那个哥伦比亚嗯嗯他们。 从那个苔藓上面得到的那个灵感一样，水很大的时候你如何涵养，然后那个释放，就等等、就是，就是就是如果说它是从呃生物或是各方面大自然的现象得到的，它就算是仿生设计。我们可以把它取呃称为广泛的广、嗯、广泛的仿生设计，嗯、因为呃仿生设计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当然从大自然里面得到了很多的灵感来做设计，嗯嗯、但是最终我们设计出来这个方案。 是不是符合大自然的一些运行的一些准则？嗯，比如说我们可能做做了一个呃很很棒的这个毒气侦测。 装置好了，但是它可能是用一些比较是有毒的化学的一些这个元素，或者是一些比较耗能的方式、嗯嗯、去把它给体现出来。那这个就不符合生物界的一些策略嘛、哦、？OK OK OK。对，因为生物策略一定就是我是要以最永续、啊、最有效率的方式，我、啊啊啊、去达到我要的目的。啊、对，那所以在整个仿生设计到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呃检视的方式，就是我希望能够符合大自然它本来就在运行的一些所。 所谓的生物策略、的原则、的原则、嗯，嗯，对对,對，这个就不是一个人定胜天的概念，就对了。我们应该是说跟大自然一起合作，<laughs> 对对对,对,对，所以共同合作，<laughs> 不能反过来對,对。所以他的在比赛上面，他有些什么样的规格，或者是说一些限制吗？呃、嗯，以今年的这个、嗯、没关系，今年的主题是什么？ 呃，今年的主题哦，我们是呃定定在有有有七大项所挑选出来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里面，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总共有十七项嘛，那我们从里面挑出了这个七项哦、呃，它是最呃是历年来哦这个仿生设计里面最常出现、最常解决的一些问题，那所以就是只要你能够符合这个这这这个所挑选出来的这七项的话，都可以来投件，嗯,嗯，那此外呢，今年也很特别，是因为我们从我们去年说哪哪哪。哪 呃，比如说就是呃呃呃，SDG two 哦，就是嗯，它它它是所谓的终止饥饿的这个部分，嗯,嗯哦，你可能要发展出一些比较友善的这个或是永续性的这些呃，不管是农业的这个改改良的方式，去改良农村啊，或者是说我们的粮食供应体系这样子。嗯嗯嗯、那另外就是有关于是洁净水资源的这个部分，嗯嗯嗯、哦，那此外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在谈的这个清洁的能源的这个部分。嗯嗯、那另外因为像现在不是大家一直在谈工业 四点零的这个时代哦，我们整个要去怎么样去改良？所以有一些工业的这些创新的这些基础建设，那这也会是在这个整个联合国这个永续发展目标里面第九项，呃，工业创新跟基础建设这个部分。然后此外，现在也是各个县市都非常的去注重，的就是所谓的永续发展的市政规划，嗯，哦，这个整个 sustainable city 的这个概念，嗯，好。然后当然，仿生的部分，我们也另外也希望说，哎，在跟大自然合作的同时，也能够。 同时保育到这整个自然环境，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有另外两项，是一个是保。 保护这个维护这个陆域环境，另外一个是维护海域环境。嗯、环境是，<对>您现在听到的是台湾仿生科技发展协会秘书长江家纯为我们介绍这个二零二零全球仿生设计竞赛。我们来了解一下台湾过去参与的团队啊，有一些什么样精彩的作品啊？嗯、然后在呃这个竞赛上面呢，我们又可以启发我们什么样商业运用的灵感？我们进来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金。今天我们请到台湾仿生科技发展协会秘书长江家纯，为我们聊一下二零二零全球仿生设计竞赛。您您刚才说二零一五年你们开始推啊这个竞赛，然后在呃网络上面开始去征集这些作品。一开始参加只有十件，对不对？嗯、对。那后来呢？这几年呢？那后来陆陆续续增加到二十件啊，三十件，一直到去年呢、啊，我们大概有七十五件的作品。哦，这么厉害！ 哦，因为因为因为其实哦、喔，现在的这个呃所谓的台湾海选哦、喔，已经有一些受到一些这个学系的教授们他们的注注目。那这个注目，他们就会把这个所谓的参加竞赛这个部分变成是课堂的一个专题。嗯嗯。嗯嗯那专题的话，就会有学生他就、嗯、他就必须要去完成这个专题，嗯、因为他就是他的目标。嗯、是是。对，所以我们也利用透过这个所谓的专题式的这个部分哦、喔，让更多的学生他们来投稿这样。嗯、那。 作品的水准如何？ 呃，我想就是台湾的这个部分是一直在进步当中。嗯，那我们去举这个，因为这样推动的关系，所以其实有蛮多大专院校开始去注意到说，哎、欸，原来有这个仿生设计竞赛。那我记得在二零一七年的时候，有这个台大有一个，他们组了一个跨领域的团队哦。那他们希望能够解决就是这个所谓的 PM 二点五的这个问题。嗯,嗯嗯，所以他们就呃呃呃，从、呃呃、这个呃很多的这个呃他他他们他们就设计了一个装置。 那这个装置呢，希望能够是装在这个交通载具上面。那只有这个交通载具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去过滤掉清近这整个城市的这个空气、嗯。嗯,嗯、呃，这样子。那也他们呃，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概念呢、哦，也是当年也有进入到这个总决赛，全球性的总决赛、哦啊。哦，嗯、他们从什么、嗯、什么生物？ 从哪里得到灵感呢？呃，他们其实因为比如说像这个要过滤的部分的话，他们可能会从这些一是叶片哦。他们其实你知道，其实动物跟植物都跟人一样，我们都希望能够保持表面的清洁。嗯，嗯嗯那表面清洁的时候，它其实就会有一些过滤的方式。嗯，那比如说叶片它，它它如何去过滤掉这些？ 空气中这些粉尘、嗯、哦，或者是这些这个这个这个颗粒的部部分，嗯、然他们有从这里面找到一些灵感。嗯、那另外有一种海洋的生物叫做海尊。嗯、那这个海尊，他们这个海尊它，它它其实是一种绿食性的动物，还有一点像是水母一样。什么叫做绿食性动物？就是说我其实是这个这个我我的体内有有一个器官啊、喔，那这个器官是我我是。嗯 呃呃，吃东西有、哦、我这个吃饭的方式是这个透过这个吸收这个海水的进来，这个海水进来之后，它其实里面会有一些浮游生物，嗯嗯嗯然后然后就是。 呃，利用这个这个过滤的这个部分，把这些浮游生物变成我自己的这个营养，就变成是我的餐点。嗯嗯、所以它是属于绿食，它不是像我们这样直接哦啊呃把这个这个菜肴哦，加我们的直接或是吃水果这样子咀嚼之后再消化，不是？那、啊、鱼不是都这样子吗？哎、呃，对，但是鱼不都不是鱼，鱼不是都是张开嘴巴就这样吃了吗？但是有一些绿食性的生物，它不是，它是其实是利用这个过滤的这个进来的这个这个海水的这些部分，嗯、然后把里面的一些很细的我们可能肉。 肉眼看不到的这些这个细微的这些营养，嗯、或者是一些藻类啊，嗯、或者是一些浮游生物呢，变成他们的自己的营养，所以他们体内会有一些很特别的这个过滤的这个系统。哦，对，所以你可以就是从哎、欸，不管是动物呃植物的，或者是说哎、欸、海底的海洋的这个生物的这个部分哦，去得到一些灵感，然后去铸造这样的一个装置，这样子。哦，所以他们、嗯、他们都是透过呃，比如说网络上面。 呃，把他们的作品先抛到网络上面来，是不是？呃，是。然后，然后经过你们的这个筛选之后，呃、然后呢，程序上面是怎么样？哦，你看，以以这个今年来讲啊、哦，因为其实今年一个很特别的是说，台湾这边因为这几年的参加竞赛，然后还有台湾学生的一些努力哦，呃，我们、呃、台湾是目前全球竞赛的唯一区域竞赛伙伴。 就是、什么意思？呃，台湾台湾是这个全球竞赛的唯一区域合作伙伴。那其他呢？呃，其他的部分的话，当然他们就是照正常程序的参赛。但是我们成为这个全球赛的这个区域的合作伙伴之后呢，有有几项的优势。第一项优势就是说，台湾海选这边的一些内容，还有台湾这边的一些仿生的设计的一些年轻的能量呢，会同步在全球这边做一个宣传。 就是在全球性的平台上面会，会什么叫做台湾是唯一的区域合作伙伴？那其他的，那他们其他国家参赛的是什么？是以他们个人的个人或是学校的身份，是这个意思吗？ 呃，往年的话呢，这个呃，在全球性的这个仿生设计竞赛哦，他们呃，在美国总会那边是独立的举办，嗯,嗯嗯，哦、呃，他他们可能跟这个呃，美国当地有一个 r a c a n d Edison Foundation 哦，他们一起合作的，嗯，但是从这个这个今年度新的年度开始呢，也因为看到台湾的这个能量，所以呃，台湾的我们这个台湾仿生科技发展协会跟全球总会，我们其实是有合作的这个宣传的个关系，就是说他们会。 协助我们做海选的宣传，嗯、那同时呢，它也在于就是台湾团队这边会有一些优惠，一些一些这个参赛生的的。秘书长，我的意思是说，你你们以前参加比赛的时候，嗯、比如说美国他们自己可能独立，他们有竞赛嘛？嗯、那全球仿生协会有全球仿生协会的竞赛。您的意思是这样子，是不是？呃，那比如说我今天是德国的团队，那我不是区域的合作伙伴，那我是怎么样？哦。 呃，不一定要成为，<laughs> 应该对，所以我就说，区域合作伙伴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它的意义是在于说，它能够提供给我们台湾团队有更多的资源。嗯，因为其实大家参，那其他国家呢？其他国家他们一样，可能是以个别大学的身份，个别大学或什么叫正常的，对对不对？但其实我们这还没有成为，哦哦、就台湾是成为一个单位就对了。 呃，台湾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是说，我们在在宣传上面会共同的宣传。那其他国家没有共同宣传，比如说比如说德国或者是这个这个新加坡，他们可能没有自己办自己的竞赛，但台湾这边有，所以我们除了说共同宣传之外，那美国的这个竞赛这边总会这边呢，他也给台湾的团队，只要是台湾去报名参加世界赛的的这个团队的，他都先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台湾的海选。那只要是你能够秀出你来参加过台湾海选哦这样的一个记录。 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豁免，在我们推荐的团队里面，你可以豁免那个参赛的费用。哦，oh, 啊，那其他的团队你可能就要自己还是要自己缴费嘛。Uh, OK，那团队要有这个豁免的这个费用之外，那我们还会有，就是台湾这边还会有这个专家辅导团。嗯。 我帮忙协助这些好的一些作品，嗯、我们去把它进行优化，嗯、再去参加世界赛。哦、嗯呃，所以它就是一个，呃，是一个非常专业。嗯、就是第一个是靠我们团队的这个表现，就台湾的这些团队表现非常的优秀。然后仿生协会在中间呢，呃，为他们打造这个很好的一个参赛的一个环境，而且特别是专家指导的部分，<是>对这些团队应该帮助是非常大的嘛。是是好。呃，除了那个作品之外，你们现在跟除了过去说做过滤这个 PM。 二点五的这个之外啊，呃，你们还跟新北市政府有合作是不是？嗯，对。那我们去年的话，因为新北市的这个渔业处哦，他有跟我们合作一个如何去减少海呃渔港的海漂垃圾这个问题。那今年度呢，他们扩大，也就是说，在新北市政府里面扩大有几个局处，他们都一起来。 投资在这个呃投注在我们这个竞赛里面，嗯哦，那包含就是渔业处这边呢，有所谓的新北市的永续渔业奖，也一样，就是说我们能够提出一些解决这个渔港海漂垃圾啦，或甚至是。 废弃渔网这个非常头痛的这个问题。嗯嗯，嗯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卫生局这边，卫、呃、生局这边他们就希望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呃健康创新奖。嗯，我们如何能够去透过这个大自然的一些策略，能够所谓的消弭健康势能不平等？ 欸、是这个呃，过去得奖的哈，像这个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系嘛，是不是？是，他们呢、呃、就是做了一个去过滤海洋塑胶为例的系统，是，他已经在运作了吗？呃。 他们已经在运作了吗？呃，他们他们讲了以后，这个东西可以运作吗？呃，还还还还在他们的构想，还在共享中。<對>哦，OK，對對對對所以他们这个清除这个海底父网的，它是有蜘蛛型的机器人哦，哦，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他们是便是这个。 他们本来是要设计出要清除海底覆网的一个蜘蛛型机器人，哦、后来转化为变成是一个过滤塑胶为例的一个装置，对不对？对然后这个就得得奖，这个是去年的这个新北市永续与创新奖的得主。哦嗯嗯嗯、他们结合了。 大王莲，嗯，人的心脏，工蛾的触角，海尊，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个食性的滤食性的动物，<对>还有猪笼草这<对>是过滤系统，嗯、所以他们得奖。所以他不知道，你说他们现在呃有没有开始运作？他们现在还在寻找中，对不对？我想他们寻找合作单位去开发这个装置。是是是，因为目前的话，哦、他们提出的是一个构想嘛，嗯、对。那接下来就是团队，他如果要进行到下一步，的话，需要更多的合作伙伴一起进来。嗯 那像这个是，他所以他们在什么健康各各种的领域里面，嗯、新北市政府都呃透过这个仿生设计，希望能够吸取一些新的观点，对不对,对？我们刚刚介绍的是渔业跟健康部分，那另外就是还有交通局的部分，嗯、也有所谓的优化交通的这个这个概念的、啊。那另外就是说这个永续节能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协助这个新北市政府去收集收纳一些这个所谓的仿生概念的一些绿墙或绿屋顶的这个仿生的这个专案样。嗯 嗯，台中很需要解决空屋的仿生设计、嗯哦、对对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哎、欸，未来是不是有各个有不同的现实或者不同的这个社会的需求，能够提出来，然后我们一起来招募这个团队的学生。哦，哎，对，哎、欸，那我们说，呃，有有这个呃，从仿生呃设计竞赛里面呃海选出来的这个小型海水淡化设施。 他已经要在这个希腊的小岛里面去。 去推动啦、啊。嗯，这个就是在呃，我想这是应该是二零一五一的一六的这个意大利的一个团队哦。嗯，他们从这个红树林如何去过滤海水？嗯，哦，这整个的这个概念里面去得到一个刚刚您提到的海水淡化系统。嗯，嗯哦，这个海水淡化系统其实对于这些有一些沿海哦方面，他们要进行一些小型农业的这些这个农民是很有帮助的。哦，因为其实一般海水淡化系统它的 cost 它的成本非常高非常高，嗯、对。嗯嗯、那他们自从那一次哦，就是在里面这个获得了进入到总决赛之后呢，他们开始去申请，比如说像欧盟，嗯、哦，或者是说接下来的这个即将要举办这个呃世博会。 嗯，哦，这样的一些经费，然后开始慢慢的去在各个小型的地区去试做，嗯，所以他们今年也有得到这个世博会的一个赞助，哦、所以才会在希腊那边开始去把他们的这个 idea 去 scale up，、哦、去整个是扩大化、哦好。这好有趣哦！嗯、所以今年因为还因为比赛嘛哈，所以还有一些保密的问题了哈，嗯、所以我们这个希望说，呃，今年的这个团队呢，嗯，能够发挥他创意啊，能够在呃今年的比赛里面有好的成绩，他最重要的是希望他能够推。 真的是能够实际的运用在解决我们人类生存的问题上啊！嗯、非常谢谢台湾仿生科技发展协会的秘书长江家纯为我们介绍非常有意思的全球仿生设计竞赛，谢谢，谢谢兰小姐，谢谢。